찍어 봐. 화면 뜬 거지? 어, 일찍 보고 있어. 이거 뜯더만. 아파. 난지 내가 어린 거 같아서 지나가지 말고 해. 양아. 이건 니들 더라고. 이거 찍어 봐. 꺼내자. 꺼내자. 여보, 가. 아, 보험 먹어. 지금 내일 또 놀아. 아, 이거 뭐 하겠어요? 你跟紧快，行了快啊，往下走去。 前段时间哥哥请客吃饭的时候啊，啊，之前吃到那个石斑鱼特别的好吃啊，今天我到超市看看能不能买到石斑鱼，也给他做一次石斑鱼吃一下，嘿，就不知道我的厨艺有没有那么好，先看看有没有啊，今天超市人还挺多的，不知道有没有啊，看一下，哎，好像有的，看一看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 这多少啊？这个六九块八，新鲜的啊！哎，还好有，嘿嘿。来，最后一条石斑鱼被我买到了，今天的运气还是不错。要是晚一点来的话，估计就买不到了。今天翠翠有口福了，来一个稍微晚一点，估计就买不到了啊！买了点西兰花，还有翠翠喜欢吃的玉米。哎呀，回去了，等下翠翠找不到我，该着急了。 他们小怪物，耶，乖吧？姐，嘿嘿，快了。没得么，像这样你给姑姑点下鱼啊，你后点嘛。石斑鱼啊？嗯。哇呀，那你没得哎？你没得，我想可点不得，我这没得。哦，也不管，不管它了，哎呦。嗯，管几把，管这块。天天我这得个来了。这个啥？别个鞋。嗯。没鞋，我把一个鞋子。 这种石斑鱼啊，在家里没有做过，但是只是在酒店里啊吃到感觉好吃，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出那种味道来。你看啊，怎么又对了？哎，姐，嘿嘿。
俺俩装的像不像家庭主男嘞？哎，这个我的风都吹，风都出档了。希望这个宇哥，秀秀秀。哎呀，可以。有模有样。嗯，啊、有模有样。长得了厉害的，比我都强不？嗯，还没的。没好了。要啊的呀！好香啊！哎，哇！哇，这个石斑鱼真的好香啊！看看那后底个来啦！这是有大厨的风范了嘞！真搞的，这些嘞，这是不的啊！我这上次吃那个羊角啊，我都羊角。羊啊，卤味高级了。给他，给他，动手，动手，快点动动脚。你就不念。嗯。啊，得意。啊。等没等？等我跟你讲。嗯。怎么洗？又贵又好吃。好吃吗？好吃的。真的？嗯。那划算了。很嫩，这个真的很嫩。嗯。那就好。哇呀！晚上。要翻车呢，哇，好吃的，嗯，这鱼真的难得吃的啊，嗯，主要是，嗯，今天没有碰到的，我也是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买到，真被你买到了，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呀，对吧？嗯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嗯，今天菜都被你搭配的很好，嗯。尝尝看，等一下这个汤也可以喝的。嗯。你不是喜欢吃这个虾吗？吃的。嗯。好吃吗？嗯。多吃几碗饭啊。嗯，今天要吃两碗饭。这饭会被我弄得太硬了。好，这样。爸爸不在家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弄。有嚼劲吗？稍微干了点点啊。嗯，慢慢嚼。嗯。多吃点嘞。嗯。你今天这么辛苦。你也多吃点。嗯，鱼夹去吃嘛，不要光吃汤。嗯，你多吃点啊。嗯，这个鱼下次啊，你要感觉好吃，下次爸爸妈妈在家的时候也买点吃。嗯，只要有我们看到就给他买来。嗯，反正东西不一定买得到。吃这个我是第一次，就是哥哥上次在饭店吃过一次。我就说嘛，上次你赞不绝口。因为从来没吃过。嗯。跟那个大厨酒店人大厨比赛，有没有？还是我老公做的好吃。情侣人里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因为这里面有爱。嗯，这么会说话。嗯。那你多吃几口来。嗯。这个皮要不要？嗯。